他对谁讲呢？来，所有的女生往前面站。来来来，所有的女生过来。是呀，所有的女生站一排，站一排。牛哥有话要讲。来，今天。想你哟、哦。偶然的与你相遇，在那冷季节里，心里曾愁了你，有倔强的怜悯，我是多么想你。Oh,